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本题是指数与对数微分 （natural log f(x) 的微分连锁率，给定 y 等于 natural log s 的三次方，求 dy ds 等于多少？好，那在做这题之前，我们一样先复习一下我们所学过的微分公式。一个函数 f(x) 整个 n 次方的微分，就等于先对外层做微分，次方数 n 丢下来，次方数减一。好，里面照抄，再乘上里面的微分 f(x)。那再来 natural log s 的微分就等于 s 分之一。好，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题目。现在题目是 y 等于 natural log s 整个的三次方，它是属于一个函数的 n 次方的形式嘛，所以它的微分就等于先对外层做微分，次方数3丢下来，然后次方数减一，变2次方。里面不动，再乘上里面 natural log s 的微分。好， natural log s 的微分我们知道是 s 分之一嘛，所以本题的答案就是3倍 natural log s 平方再乘上 s 分之一。